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s， eigenvalues problem 啊，这个问题呢，这种形态的问题啊，在我们工程啊，或者是科学上面啊，随时都可以看得到。OK， 那但是它的解法呢，也蛮简单的，就等于我们大家要有个概念，好，直接就可以做。那一般而言呢，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样一种形式的？一个系统呢，一个 linear 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会看到是这样。OK， 现在请记住，为了要分辨啊，因为紧接着会引入很多有一些符号进来，为了避免大家常数啦或者什么的搞不太清楚。OK，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说一个矩阵是 A 呀、啊，那现在为了要方便起见，我将这个 A 呢旁边再多加一条。那在 X 呢，基本上我们就维持大 X 就是矩阵 ，OK， 好，那我们尽量维持这种形式来让大家啊、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要针对的一个东西是这样，第一个，我们这个 A 呢，我们要求的是怎么样一个 A 呢？它一定要是一个 N 乘上 N 的矩阵 ，OK， 它一定要 square， 好的这个矩阵。假设它不是这个的话，就比较麻烦，就代表你的 equation 啊，建构的不够完整啊，你可能还要再多建构一些。OK， 那其中的 lambda 呢，就是一个unknown scalar， 它是一个有待大家求解还不知道的一个常数项。OK， 那这个 x 呢，也是一个什么 unknown。其实我不应当写说一个了 ，OK， 因为你解出来可能有好多个，我先这样子写 ，unknown scalar，OK，、okay, 那这个是 unknown 的什么 vector，OK，unknown、okay, vector。那事实上，我们要是从这上面来看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假如说碰到物理上的系统呢，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 lambda 跟 x 啊，把它求解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而已。但是假设我们从这上面一看呢，第一件事情，它有一个 trivial solution， 什么时候它一定会对的？什么时候它一定会对？这个等号什么时候一定会存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题型，只要可以写成这样子，它就一定会有的答案，那是什么？当 x 等于零的时候，对不对？我管你是什么的，我知道 x 等于零，它就一定存在嘛。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 ，a trivial solution。它是什么 ？x 要等于零，但是这个简直是废话嘛！这个不是我们感兴趣，我们要的是说不等于零的。我们要是把这个形式把它找出来 ，OK， 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给它一些名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什么 ？The eigen vectors corresponding to lambda， 它是 lambda 那个时候的 eigen vectors。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lambda 可能会有很多个 lambda， depends on 你的矩阵到底有多大。OK， 那这个时候呢，在每一个 lambda 之下，你所求出来的 x， 这个 x 呢，我们就称之为 eigen vectors。OK， 相对于那个 lambda 的 eigen vectors， 那 lambda 呢，就叫做什么名字呢？就是 the eigen value。相对 x 下面的。这个 eigenvalue， 所以这个只是个命名而已啊、哦，我们给它个名称。
也就一旦我们说它是 eigenvectors 或 eigenvalue 的时候呢，这个 x 呢绝对不是 trivial solution， 一定是 trivial solution 之外的一个东西，如此而已。那也就是说我们 lambda 可能会有很多个 lambda 咯，是不是？是不是会有很多个 lambda？ 你会有很多个 vectors， 那这个时候我们将各样的 lambda 通通把它做成一个集合，那我们把这个叫做呢 the spectrum of A， A 的什么 spectrum。 好，那记住哦，我们一开始有讲过，我们这个 A 一定要是什么方形的矩阵，所以呢它这个 lambda 这个矩阵一定是怎么样， at least 一定至少要一个，至少要一个，或者 at most 最多有 n 个，OK， 反正它一定是一个到 N 个当中变化。那有些时候呢它可能重根，重根那就是好像少了一个， OK， 但是 vector 呢， vector 本身一定会对应于它的个数的，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那这里面呢你既然有这么多个 lambda， 其中你把最大的这个找出来 maximum 呢，这个呢我们就给它个名称叫做什么，这个 spectra 的呢 radius， 这个 spectra radius。 好，我们呢只要有这种可以写成这种状况的问题，我们就把它跟命名叫做 eigen value problems， OK。那假设你是 eigenvalue problems， 我们就可以用下面的技巧来解决它，那这样子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只是个数学，只是个定义，只是个归类，它告诉你说归成这一类的就叫做 eigenvalue problems， 所以你就看看你我们要解的物理的问题啊是否可以这样归类，可以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eigenvalue problems， OK。 那这里面的每一个名词大家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就是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s， OK。 你们一旦进入这个近代物理之后就会开始碰到这个，然后呢紧接着呢你这一辈子大概就会一直碰到它了， OK。 好，你不碰到它大概都很困难了。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般这个我们要怎么来求解，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因为我们会这样子写，写成这种形式的呢它一定是个 linear system， 我们才会把它写成这种形式，而且我们现在要求它是方形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个问题好了，假设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好，这是课本的例题，假设有个 equation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你看看左边呢它跟 x1 x2 两个未知数有关系，右边呢除了 x1 x2 之外它又乘上个 lambda， 它也是未知数， OK。 假设有这样子，当然啦，那最简单的我们就可以写成 a 大 x 等于 lambda 大 x， 对不对？这两个是对应的嘛。那碰到这问题我们怎么解？我们说以前解法还不简单，既然这边有 x1 这边 x2 为什么放在右边，那通通把它提到左边去，假如说我可以这样做的话，这边是不是变成负五减掉 lambda x1 再加上两倍的 x2 等于零，它就等式右边变成零了，这两倍的 x1 减掉两倍再加上 lambda 的 x2 等于零，它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事实上就相等于说你也把它提到左边去做。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弄，请你记住这个是什么， lambda 是什么，是一个常数， A 是什么，是个矩阵， X 是个 vector 矩阵，你提过来你不能够直接就写成说
a 减掉 lambda 乘上大 x 等于零，可不可以这样做？不行的，原因很简单，你如何把矩阵减掉一个常数呢？ How 你如何做？那两个都不一样。但是从这边看起来，当你有这样子把它带过来的时候呢，你好像只放在什么呀？对角线的位置，对不对？一就放在第一个位置嘛，二就放在第二个位置嘛，有没有放在对角线的 off diagonal turn？ 没有哎，所以这样子就相当于说，我们只要在前面乘上一个单位矩阵就可以了。OK， 所以呢，我们呢这边再写 A 呢，它是一个什么 square matrix。OK，I 呢是个 unit matrix。那 x 呢只是 vector 而已。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那当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假设我们一个 linear 的系统写成这个样子之后，等号右边等于零，什么时候它会有个解答？啊，什么时候会有解答？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假设你有很多个 equation 哈，比如说 a 一一 x 一 ，a 一二 x 二。a e n x n 等于 b 1好了，那 a 二一 x 一 ，a 二二 x 二 ，a 二 n x， n 等于 b 2，然后这样一路下来，最后到 a n 一 x 一 ，a n 二 x 二，加上 a n n x n 等于 b n， 什么时候有解？这个解要等于什么？很简单啊，从 Cramer's rule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x 一呢就会等于什么呀？左边这个矩阵呢变成行列式。对不对？然后上面也是行列式，就看你是哪一个解。假设是第一个，那第一条的系数通通用 b 来取代，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写成 augmented的这个形式的时候呢，我们说第一条是 A11A12 一直到达 AEN， 那这是 B1， 然后下面用什么，用 Gauss elimination 的这个方法呢，把其他杂七杂八不要的通通都杀掉，是不是？那我们这边通通等于零，那是不是它的解，第 N 个解就是它除以它嘛，对不对？然后带上来，那就可以知道第 n 减一个解是什么，就这样一直带上来，最后就得到答案了。你可以用高斯消去法，或者是用 Cramer's rule， 通通都可以。但现在问题是，左边中间这个黑板的问题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它的 b 啊，通通都等于什么？零呢？那最后一行代表什么意思 ？ANNN 的 argument 的这个常数乘上 XN 又等于什么？零。那你告诉我它等于什么？就是零嘛，是不是？假设它等于零，我带回去一个得到 X 的 N 减一也是零，通通带回去，结果大家通通都是零，通通都是零，就是什么答案 ？Trivial solution。我们要的不是这个。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只有一种状况下面，你可以找得到，它不是的。就是当你高斯 elimination 之后呢，你发觉，像说你要是弄成这样子，你发觉这个 rank， A 的 rank 刚刚好就等于 n， 因为你有 n 个未知数，它就是 n。那唯一的办法，你的 rank 一定要比 n 来的小。来的小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最后面你可以搞出这些个东西出来，
OK， 你发觉其中，比如说这个 rank 呢，差不多等于 n 减一，因为下面有一行是零呐、啊。假设下面有一行是零的话，上面这个呢，让它是零，哎，这个可以接受哦。为什么呢？你看看这边是不是这边 a 的 n 减一的这个系数乘上 x 的 n 减一，再加上 a n 的这个系数乘上 x n， 要等于零呢。你可不可以找得到一种配比的方式让他们等于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我可以找到 n 个配比啦，对不对？那也就是一旦它不是零的时候，往回推，那上面呢就不会全部都是零，你就不会得到一个 trivial solution， 对不对？你就不会每次都是得到这样。但是假设你是这种状况下面，虽然说你没有办法 exactly 告诉他说你的解是什么形式，但我可以得出一大串的很多个 set 的解，其实它都同样的行为而已。那么假设是这样子，这边有什么特质呢？这个有什么特质？假设我把左边的这个呢算成行列式，告诉我行列式当中有一行是零的，它得到什么东西？它的行列式值是多少？就是零嘛。所以它唯一要有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当前面的行列式，也就是说假设右边通通都是零，那么你要有解的时候就是A 的行列式要等于，这是唯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什么时候有解？有 non-trivial solution 的解，就是当它前面矩阵等于零的时候嘛。是不是叫这样？这个时候才有解，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把它算一算吧，好不好？好，当你这样子算的时候，这两个都可以得到同样这个，你会得到什么东西？你发觉 lambda 有两个。OK， 这个很容易啊，你算一下就知道。好，我们算算看，负五减掉 lambda 乘上负二减掉 lambda 减掉四要等于零，这是从这边得到的。展开来，十负七 lambda 再加上 lambda 平方减掉四等于零，整理一下。lambda 平方减掉七 lambda 加上六等于零，所以就非常直觉的 lambda 减掉六 lambda 减掉一等于零，所以 lambda 一定是一，一跟六，是不是？对，一跟六，我有没有算错？哦，不不，这个是加的 ，sorry， 负负得正，负负得正，所以呢，加的那就是加的。所以呢，你负一负六 ，OK，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两个出来。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告诉我们说，在这种状态下面，他的 lambda one、lambda two 马上就可解。他不是随便都可以，那要吻合这个式子里面 lambda 的，只有这两个，一个是一，一个是六。那么一代表什么？六代表什么？在一跟六下面的时候，带进来这边的话 ，x 会是什么样一个行为呢？它会等于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算一算，对不对？好，所以我把这边擦掉呢，我们呢继续把它算下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好 ，in case one， when lambda 等于 lambda 1， lambda 1是负一嘛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 lambda 1要是等于负一，我们把它带进去，带进去这个式子，那你是不是变成负五减掉负一乘上 x 1再加上两倍的 x 2等于零，再来是两倍的 x1 减掉二再加上 lambda 二减一的 x2 等于零。再整理完，负四的 x1 再加上两倍的 x2 等于零，两倍的 x1 二减一就变一嘛，负的 x2 要等于零。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把 x2 算出来？ x2 就等于什么？两倍的 x1。
那上面那个呢？它一定会是相依的。OK， 它不能够 rank 也是二，因为它两个未知数，它 rank 也是二，那就惨了。不信你看看，我通通除以二，是不是会变成负的 x1 再加上 x2， 负二，对不对？那是不是就告诉我 x2 也是等于两倍 x1， 对不对？完全一样的结果嘛。所以我们只要算一个就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得到这个关系式，我们并没有得到 exactly 的数值。那既然是关系式，我可以随便找一个来代表这一大串的所有的东西。 OK， 我怎么来代表它呢？那是不是就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求得第一个这 x 的矩阵呢，本来是 x1 x2， 对不对？那现在会变成什么？ x1 加做1好， x2 加做2好，它就会有得到了这个 x 的这种 vector 矩阵，那么它的 eigen vector 就是 x1， 就是这个12。 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呢 eigen value 所得到的 eigen vector 呢就是1或2。 OK， 同样的 case 2，当啊lambda 等于 lambda 2等于负6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我们同样把它带进去，因为等于负5减掉负6，负负得正，变成一个 x1 再加上两倍的 x2 等于0。 OK， 好，那两倍的 x1 减掉2加 lambda， 2加 lambda 变成负4，负负得正，四倍的 x2 等于0。 OK，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哈 ，x1 是不是可以等于负的两倍的 x2， 对不对？那同样的，你这个也是可以拼出同样的结果啊。那我可不可以设定一个比较简单的？也就这个时候，你爱怎么设定都可以哦。OK， 我设定成2跟负1，假设 x2 等于负1，那 x1 就等于2。OK，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矩阵。那么马上呢，他就告诉我，当它等于负六的 eigen value 等于负六的时候呢，它的 x 呢 two 就是第二个，相对于第二个 eigen value 可以是二负一。我可不可以取另外的 ？Of course， 当然可以，因为这个只是表示他们两个互相当中的大小关系式而已，吻合的只是这个式子而已。OK， 那你要怎么选都可以。有的人喜欢选完之后，因为这个是个向量嘛。他希望把它转换成为啊，长度是一的向量，那也可以啊。你就把它看看，假设你有个向量，相当于有两个分量，一个是二，一个负一，你可不可以算出它的长度？可以啊，算完长度之后，把它除以每一个分量，你就得到一个单位向量的这种表示式而已。OK， 好，随便你要怎么样，但至少目前他就告诉你 ，lambda one。Lambda 等于 Lambda 1的时候呢，它的 Eigen Vector 是 X1。Lambda 2等于，那 Lambda 等于 Lambda 2的时候呢， Eigen Vector 是 X2。OK， 基本上就可以这样子。你啊？哪两个垂直？哦，这不是巧合，这只是从这边我要自己设定啊。你要是喜欢设定成 x1 等于1啦，那 x2 就是负2，可不可以？可以啊。Either way。x1 跟 x2， 你说大 x 和小 x？ 大的是吧？对，目前看起来，这边看起来蛮巧合的嘛，对不对？呀、yeah ，没有错。好、哦，它只是两个 lambda 下面的行为而已。OK。当然了，我们希望它是垂直的、啊、因为垂直才可以形成一个坐标，一个空间的坐标嘛，对不对？那就有很多好处啦。假设搞老半天不垂直的话，你就很难找出它的关系式到底是怎么样子。 OK， 这个在量例里面会用非常多，在解固态里面也会非常非常多。 OK，好，所以这样一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边简化一点，写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表示的方式。我将这些呢擦掉，好不好？我将这些擦掉。
然后呢，我在这边写一个一般的式子。假设我们有个 n 阶的矩阵，假设是这样子，那我的表示方式还是一样 ，a 大 x 会等于 lambda 大 x， 同样的表示式，这两个是等价的。那我的做法呢？我们要是这样子的做法，我们会将这个乘回来，减回来第一个项里面，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化成为 a 一一减掉 lambda x 一 ，a 一二 x 二。等于零，那么 x 一呢？照写 x 二一二呢，就变成 a 一二减掉 lambda。那同样的，这边就会继续下来了。a n 一 x 一 ，a n 二 x 二，加上。a n n 减掉 lambda x n 等于点，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一个式子？那这个式子没有什么，它一样是 a 减掉 lambda i 的 x， 这两个是等价的，对不对？完全等价，一个是你要写这么复杂，一个就简单的这样写就可以。一旦是这样子，那么它要有 non-trivial solution 的 x， 那唯一的办法是前面的这个矩阵一定要等于点。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来呢，是否从这边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一定要等个点。OK， 这样才可以得到 non-trivial 的 solution。好，这里面呢，我们要来定义几个名词。OK， 请大家要记住一下。第一个 ，a 减掉 lambda i 的这个东西，这个的矩阵减掉 lambda 一个常数乘上一个矩阵，对不对？这个是单位矩阵。这个呢，我们叫做怎么样？特征矩阵。A 的特征矩阵 ，OK。那么这个的行列式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 lambda， 也就是 lambda 的特征行列式。A 的特征行列式，那么假设我让它特征行列式等于零了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给它一个名称，就是叫特征方程式。OK， 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lambda。什么是 lambda？ 这个特征方程式的根，OK，A 的特征方程式的根，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the i 根。
values， 他的 icon values， 他至少有一个，最多有 N 个 ，OK， 就是这样子。就像刚刚的例子一样，你每一个 eigen value 可以找出它的一个 eigen vector 出来。eigen vector 其实有很多个嘛，就管你这边要怎么写都可以，只要维持一比二的这个关系就对了。OK， 但是不管你怎么写，你写一比二、二比四、好三比六，管你怎么写，其实跟写一比二是同样的意义而已，对不对？只是是同一组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OK。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啊，将你求得的这 eigen vector， 每一个 eigen value 呢，你可以得到一些 eigen vector，OK、okay。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OK， 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好了 ，OK， 这就是定理二 ，OK， 定理二我们来看看。If W and X， OK， 我稍微把它画复杂一点的，这个 W 跟 X 啊，画复杂一点，意思就是它们两个都是矩阵 ，OK， 都是什么 R eigen vector， of a matrix of A 就好了。什么样的 eigen vectors 呢？他们呢，相对是相同的 lambda， 相同的 eigen value。那么这个时候呢 ，so all， 你把这两个相加。也是它的 eigen vector， 或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求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等于啊，两个不可以互为负号，要不然就消掉了，就没有这个意义了。OK， 同时呢，一个常数乘上 x 也是它的 eigen vector。这讲起来没有什么嘛，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之所以要让等号等于零，是因为这些方程式里面 n 个里面可能只有 n 减一个是独立的，有一个是相依的，或者是 n 减二个是独立的，有两个是相依的。不管怎么样，你得到的行列是永远等于零，也就是说你根本解不到单一的值，你只会解出一整个 set。 比如说 lambda 要是等于负一的时候呢，它 x这里面呢 ，x1 呢，这里面的 x1 跟 x2 的这个小的 component 呢，它们比值一定是1比2，管你要写成2比4啊，6比多少都没有关系，它们完全都是一样的东西。OK，even 它们的线性组合还是一样，就是它自己的 eigen vector。OK， 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只要维持比值的，就是了。好，紧接着呢，假如说我们呢、啊，将这些呢，我们将所有的 eigen vectors， OK， 再加上一个零的矩阵，就什么都没有的矩阵， OK， the space， 我们这个就叫 vector space。OK，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两个 eigen vector， 当然二或负一我可以找出一大串有这个比值的通通都算，再加上一个零的矩阵，零的 vector， 它就可以组合成一个 vector space。 OK， 所以刚刚不是问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两个刚刚好是垂直呢？你要形成个 space， 你希不希望你找的坐标是互相独立的？你要不要这样子找？当然要，你找 x y z 坐标，就发觉 x y z 坐标是这个样子的，
不互相垂直，那很麻烦呢，对不对？好，那很麻烦呢。所以相当于这个在干嘛？假设呢，你因为有一些 equation 建构完之后，你得到的是一个一般的 equation， 就一般 equation 建构完的意思就是说，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些意义出来，那你要怎么办？把它各样的因素挑出来。什么叫各样的因素呢？比如说好了，你现在吃药，你现在咳嗽，你当然希望说吃的有一颗药呢，就只是单独的让你的咳嗽啊减轻，但没有其他副作用。鼻塞，我再吃一颗鼻塞的，它让你鼻塞变好，但是没有其他副作用。这个太难了吧，对不对？哦，很难。所以常常呢，医生会不会开药，就牵涉到这个药怎么分配。我们早期啊，一生病的时候一吃药，马上就昏昏沉沉，整个人就趴着，根本就什么都动弹不得。那因为各种副作用都在你身上发作，那就代表它的坐标呢不是独立的。一件事情的发生会导致其他事情的后果，那就哇嘎在一起，就变得很复杂的一个行为。OK，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找得到更好。那这样子做完之后有什么用处？当然我们待会会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以后呢大家会碰到很多，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有很有经验。其实啊，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讲的这个生殖震荡，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呢。我们生殖震荡最后解出来两颗不一样原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解出两种振动模式，对不对？两种的振动模式，那这两种振动模式就互为独立。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生殖大家一起振产生共振的时候它的行为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得出来的这个当做它共振频率，这个是它共振之后这两个如何相对运动的行为。哦，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也就在不同的系统呢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OK，可以更加的了解。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再看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们之前有学过 transport， 对不对？ The transport， transport， A 的 transport 上面加个 T of a square， 记住哦，一定要 square 哦， matrixA has the same eigenvalue of A， 它跟 A 啊本身的 eigenvalue 其实是一样的。OK， 其实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呢容不容易证明？很容易证明，你回家做一下 transport 之后再取绝对值，跟你取绝对值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OK， 你记不记得绝对值怎么算？随便找一个，比如说你这边有 A11 A12 A13 A21 A31，你可不可以选取它们单独出来，它乘上它的 cofactor 这个矩阵，它乘上它的这个 cofactor 之后相加，这个叫 determinant， 对不对？我这样做也可以，我这样子做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你要是做个 transport， 是不是它跑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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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做跟这样做都是同等意义的状态下面，就是得到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一旦一样，那就代表他们有同样的 eigenvalue。 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常常在某些时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些 transport。 假设你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呢，那对我们的处理上啊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好，来，我们来做两题 homework， 非常简单，请你们大家算一下eigenvalue section 8.1 13跟22题。
OK， 好，紧接着呢，我们要来解一题。好，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个弹簧，两个弹簧串联着。OK， 第一个的弹簧系数是 K1， 第二个弹簧系数是 K2。这个的位置呢，假设这边呢 y 等于零，假设这边对它也是平衡点的位置 y 等于零，我分别来写。这个质量是 M1， 这个质量是 M2。假设呢，它现在开始振动，振动它一定会以一种共振的形式存在。假设你不是共振，那就互相抵消，最后就变成它呈现不出来。所以当它稳定之后，它一定要形成一种共振的。那它怎么共振？我们怎么知道它共振频率是什么？共振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它有什么共振的模式？它会不会两个这样一起上下？这是一种，对不对？另外一种是两个是这样，对不对？还有没有第三个模式？啊？对，它只会上下，它只会上下。旋转，旋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不考虑旋转。好，我们来接接看，好不好？搞清楚了它有哪几种共振模式。你们理论力学应该开始教这个吧？还是都已经教过了？应该开始教过了吧？啊？这个就是 coupled 的嘛 ，oscillation， 对不对？耦合的振动。好，我们怎么解？就跟上次解单质点或双质点的振动一模一样。先假设坐标系统，我假设这个叫做正 y。那因为它的平衡点的位置在这边嘛，我假设它往下的移动了一个 y1 的距离。它的平衡点在这边，假设它往下移动个 y2 的距离，我就可以把它运动方程式列出来。好，怎么列？从牛顿力学第二运动定律告诉我们，刺激等于反应，刺激写在左边，反应写在右边，这是一般我们的认知。但因为我们现在只考虑 y 轴上的运动，所以我们立刻就将向量呢表示式呢改写成为存量式。 OK， 好，我们现在有几个物质在动，两个物质，所以你可以列出两个方程式。对第一个方程式而言， M1 而言， M1 跟 AY它在 y 方向的加速度，当然就等于 y1 的两次方微分，等于它所受到的力量。它有受到什么力量？可能是下面弹簧对它的拉力，或上面的弹簧对它的拉力。那我们就看看我们怎么来看。第一个，我们把这个位移量减掉上面的位移量，角硕是正的，正的代表什么？代表我的位移量比你大，我才会是正的。正的时候是代表弹簧被拉开来，弹簧被拉开来的时候，弹簧对它的拉力是往哪边？往下，下是什么？正，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力量 KY2 减 Y1。 第二个力量可能是上面呢，那上面这边固定不动，所以简单了，你一旦往下正，这个弹簧被拉长之后，弹簧对它的拉力朝哪边？朝上，上是哪一个方向？负 Y 的方向，所以是负的 KY1。 好，第二个呢，只有这个弹簧拉它，所以非常简单，对不对？一样，我把它的位移量 Y2 减到 Y1， 假设是正的，就代表弹簧拉长了，拉长之后弹簧对它的拉力朝哪边？朝上，上是什么？负 Y 的方向，所以是负的 K。 哦，这上面是 K1， 这个啊，这是 K1， 这是 K2， 这 K2，Y2。我们运动方程式呢，直接就列出来了，非常快速的。整理一下，这个乱难看的 ，Y1 double plunge 等于 Y1 这边有两个负的 K1， 负的 K2， 所以负的 K
K1 加 K2 除以 M1 Y1 Y2 呢有这个 K2 除以 M1 的 Y1 Y2 是不是？再来这个呢 Y2 的 double plunge M 要除过来负的 K2 over M2 的 Y2。 好，我们写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跟我们所熟知的 Eigenvalue Problem 还不太一样，因为 Eigenvalue Problem 你看起来这边有 Y1 Y2 Y1 Y2 好像很像，对不对？但是右边呢却不是 Y1 也不是 Y2， 你要是 X1 X2 那这边要 X1 X2 这边 X2 就看你是哪个 equation， 而不是 X1 的 plunge或 X1 的 double plunge 都不是。所以呢它跟我们讲的这个 Eigenvalue Problem 呢不太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紧接着要怎么办呢？紧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做。第一件事情，这个东西一定要产生共振。共振是什么意思？它的频率一不一样？完全一样。振幅会一样吗？未必。方向会一样吗？不一定，对不对？但是只要它会共振，这事情就好办多了，因为它是共振嘛，对不对？好，就代表一件事情 They have the same frequency。 OK，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共振怎么写？共振一定是个 sin 啊 cosine 啊，随便你怎么写，跟你的位置有关系，跟你的频率有关系，对不对？就是个波动嘛，基本上就类似这样。那我就可以有位置有时间，对不对？但是位置呢，我现在已经管它三缺之一，我把它 reset， 每个地方都 reset 在 y 等于0的地方，那它就会比较简单。这个时候我怎么设？但是一般写到这个我们都很讨厌写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喜欢是 exponential i ky 减掉 omega t， 前面这个呢后面这个呢我们都会写成这个样子啊， right？ 这是我们的习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 let y1 的共振呢一定是什么？它的振幅叫做 x1， 我把 x1 叫做振幅乘上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Y2 呢第二个指点的震荡呢一定是它的振幅乘上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记住，注意一下 omega 大家都怎么样？一样，只有振幅不一样，对不对？我可以这样子来写下来，也就一旦共振发生了，它的形式一定要吻合这样子。我只要把这个 x 解出来，我就可以知道它怎么震荡啦、啊。我只要把 omega 解出来，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角频率是什么。看起来很不错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 idea， 我们就可以简化许多了。好，所以我们编个号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叫第一个式子。这看起来太复杂了，来来来，你们课本有给它一个 number 啊，这 number 带进去之后变成非常非常的简化。我们把这个叫第二个式子。If M1 等于 M2 等于 1， K1 等于 3， K2 等于2。哦，假设是这样子呢，那1的式子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他怎么拼都尽量拼成大家都差不多的，对不对？好，为了方便起见，好，我们把它拼成这样。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第二个式子带到第三个式子里面来处理看看。 Y1 的两次方微分对谁微分？对时间微分，振幅只是它极大值而已嘛，这是个量，所以呢它是这个常数，所以对这么微分，微分头一次跑出一个负 i omega， 微分两次就跑出两个负 i omega， 负负得正 ，i 乘 i 变负，变成负的 omega 平方。
x1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对不对？这是左边的。下面这个一氧化葫芦负的 omega 平方的 x2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那右边会变成什么呢？这个是负5乘上 y1 就是它嘛，负5 x1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两倍的 y2 就是它，加上两倍的 x2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下面也是一样， x2 带进来这边，哎，这边我一定有什么地方算错掉了，为什么少一个 y 啊？我有没有算错？啊，对嘛，因为这边乘开来 y2 减 y1 啊，负负得正k2 over m2 的 y1， 这样才对嘛。啊，算错了算错了。好，那这边继续来，两倍的 y1 就上面这个 x1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减掉两倍的 y2 就下面这个 x2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我们一看等号两边都有 exponential 负 i omega t， 消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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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消越多越痛快哈。那这样子一来，我们是否就可以把它写成为负 omega 平方 x1 等于，我整理一下好不好，我把这个颠倒一下，负5的 x1 再加上两倍的 x2 要等于负的 omega 平方X1， 两倍的 X1 减掉两倍的 X2 要等于负 Omega 平方 X2， 我们是不是就进化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哇，这一看，这跟这个看起来，你看几乎一模一样，你看到没？只是这边写 Lambda 就是这边的负 Omega 平方而已嘛，是不是？哇，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算到这个地方呢，我们马上就发现它可以写成为 A 大 X 等于 Lambda 大 X， 所以当它要求解，当你要得到 non-trivial solution 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当它移过来一减的时候，记住哦，它只能够减对角线的第一个式子呢 X1 就写 X1， 第二个式子 X2 X2 就写在这边，对不对？它的行列是一定要等一点，是不是你就会写得到负5再加上 Omega 平方 2， 负2再加上 Omega 平方的绝对值的行列是一定要等一点，这是唯一有 non-trivial solution 的时候。那一氧化葫芦算一算啊，负5再加上 Omega 平方，负2再加上 Omega 平方减掉4要等于0，它会等于什么？十负七 omega 平方，对哈，再加上 omega 四次方减掉四等于零，继续来，我们就会得到 omega 四次方减掉七的 omega 平方，再加上六要等于零，所以整理一下 ，omega 平方减掉六 ，omega 平方减掉一要等于零，所以告诉我们 omega 平方要等于六。或者是一，或者是更进一步 Omega 要等于正负六或者正负一，对不对？我们变成有四个频率出来了，哦，正负根号六，要开根号，要开根号，是不是？ Omega 会不会是负的？角频率，频率理论上不应当是负的，对不对？不过不要太紧张，因为我们这边是用 exponential 表示。exponential 表示的意思就是最后面我们只保留实数的部分就好。OK， 好，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说负 i omega t？ 我能不能直接写一个负 omega t 就好？
求求看嘛，可以啊，你求出来只是 Omega 里面有 I 而已， OK，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没有什么，最后面你一样可以得得到。好，你一旦知道了很重要的这个讯息之后，这是第四个式子，那我们要开始来看看它是怎么样一个正当的方式。它告诉你的 Omega 了，那么它应当要怎么样一个正当呢？振幅是怎么样，相对的位移量是怎么样？ OK， 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看咯。好，我们将我们从哪边开始？从第三个式子开始。我看从第三还是从上面的这个，这个叫第四好了，这个叫第五。OK， 我们将第五个式子带入第四个式子，整理一下，你很快就整理出这两个 equation。当它等于正负一的时候，好，我看看正负一。我看看，等一下，负 x1， 好， Omega 平方要是等于一，是等于负的 x1， 或者是正负就变成负正，等于负五的 x1 再加上两倍的 x2， 等于负正 x2 等于两倍的 x1 减掉两倍的 x2， 是不是？从这边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两个 set x1 跟 x2 到底是怎么正当的，对不对？你看看我带在这边嘛，要是 omega 平方要等于一，是不是一负 x1 就等于这一串负 x1， 但是我要正负啊，正的就是负的，负负就得正，对不对？我就可以得到两个 x1 跟 x2 它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个正当方式。哦，不不不，这边没有正负， sorry sorry sorry， 那是下面才要正负，所以维持这个等于一，对不对？等于一，那你 x 会得到什么东西啊？整理一下，这个好了，三倍的 x1 等于两倍的 x2， 所以是不是等于 x2 要等于二分之三的 x1， 是不是 x2 要等于二分之三的 x1？ 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振幅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他们的振幅是你可以选出第一个 x1 呢是等于x1 等于1，它就等于二分之三，无所谓，对不对？就代表两个要同方向运动，两个振幅都是正的，往同方向运动。哎，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我看看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好，这个只是说到振幅而已嘛。好，没关系，我们先把它做完看看。再来一个 ，when omega 平方等于多少？六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什么？哎，我好像算错了哦。这边弄错，这是 two 哎。所以这边算错了 ，OK， 我是不是算太快啊？你们没跟上来，零等于两倍的 x1， 我要变正的，减掉 x2， 所以 x2 等于两倍的 x1。x2 要是等于一 ，x1 就等于
啊，一二好了，也可以啊。这样看起来比较简单，对不对？好，那这个呢会得到什么东西？零等于两倍的 x1 加上四倍的 x2， x2 会等于，不要写 x2， x1 好了， x1 会等于负二的 x2。一的话它是负二，或者是一的话上面等于负二，对不对？好，我们写这样比较简单。那这样子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频率呢，Omega， 因为你开完平方之后虽然有正负号，但真正要保留的只有什么呀？只有正号或者是，但它负号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另外一种振动的模式， OK， 只是相差了一个相位角而已，但是那个没有关系。重点是它告诉我们这两个方向上面的不一样，一个是说，记住 X1 X2 是它的振幅哦，我两个一起往下动，上面这个只动一点点，动一，下面这个动二。OK， 下面这个动二，那上面只回去一，然后这边要回来二。OK， 就变成这样子动，是不是两个同向？没错。第二个呢，告诉我们两个相反，上面这个回去二，下面这个往下一，这样子震荡。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刚刚一开始预估的完全一样，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他的振荡模式，他的振荡模式就是这两种振荡，然后频率呢，这个是等于一，这个呢是等于六，是不是你就把它找出来了？很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这个有没有？你们课本里面呢，总共有大概四个例题，我要你们回家好好看这四个例题，这只是其中一个。OK， 看完之后呢，去做当中的两题习题。一跟十九，是一吗？哦，是十一，哈哈，很好笑。这个老化到十一变成一呢啊！OK， 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发觉这个的算法跟我们上次讲集体振荡的方式完全一样？你怎么假设？只要是共振，我们就用一个技巧，就是它有共同的频率，只有振幅不一样而已。我们就将这个 equation， 看起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 equation， 啊，应该说下面的这个 equation， 转换为 eigenvalue problem， 那事情就变得很好解决了。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频率是什么，知道它怎么共振，这样子就好了，就得到我们要的 information。OK， 有没有问题？